班长，老师，你们在这干嘛？这是最新的展示架，你能猜到里面这是什么吗？这不是一个倒着放的锅吗？有什么可稀奇的？那你之前见过这种锅吗？之前没有见过，现在不就见了吗？真是什么也不懂，这是最新款的岩浆。真的吗？那我可要好好的试一下了。谁让你放出来的？见过脑残的，没见过这么脑残的，这不明摆着自作自受吗？我脚下有个洞，里面是陷阱，只要他敢进去就会被传送到天上。这水里面有个沙发，沙发下面才是我的密室，先在这里玩会迷你世界。可恶，只是让他看，没让他倒出来。刚才他是往池塘的方向跑了，没看错的话这里是个密室，这就下去抓他。怎么什么不玩了，先走了。荧光块后面有加速方块，尽头是一大片岩浆池。这门后面是老王，他前面有岩浆，还比较安全。只要老王后退一步，荧光方块里就会射出来一发火箭弹。门后面的沙发下面有火爆辣椒，这些都是我给班长准备的陷阱。在这尽头还有个加速方块，里面有他最喜欢的熔岩巨人。这是一个水电梯，上面有两个小白，不管他走哪一个都会被送回家。坐沙发就能进到我的密室里，以防万一，再把洞口堵上，这样他就找不到我了。刚才我好像看到水下面有沙发，看来这就是他的密室了。这次可不能让他给跑了。这荧光方块怎么不发光？我猜他小子肯定在里面。那就去门后面看看，我看到老王了，白小羊肯定没跑多远，以为这有岩浆就能拦住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出来火箭弹？还好距离我够远，不然就嗝屁了。那就先暂时的放过你小子，门后面还有个沙发，先。都是因为你这个老王，看什么看？赶快跟我回去写作业，再把白小羊抓住就大功告成了。这还有一个加速方块，后面还有个水电梯，我觉得要先去水电梯上面看看，毕竟这是一个被藏起来的密道，看来他就在自排后面了。难道小子真的在加速通道里面吗？不玩了，班长马上就要找过来了。这自排里面不能进，一进去就会有一个玉米加农炮在那等着他，把这个密道堵着，他就找不到我了。哦，我就猜到应该在这里，那他一定在前面那个自排里面躲着。